们娱乐圈真的有潜规则吗？大哥的一点心意，那一点心意就是他是看得起你的。浪子来遇袭，奶爸其实不好当。您的意思是正面吗？阿迪都笑场了。艺人呢上飞机平常都会是什么样子的打扮呢？太走秀了，太露一下。让我们热烈欢迎 Dream Girl。哎，鱼粉的味道。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，八卦好八卦，娱乐排排站，只有在 Channel V。